一支 2.5kg 的金汤，可以怎么做？酸菜鱼搞起来。金汤呢，看起来没有鳞，可是哦，它其实有小小的鳞片的，所以一定要刮一刮，不然就会吃到很多鳞。清洗干净，买一包酸菜鱼料包，然后这个腌鱼包先给它倒进去，刷均匀，然后就这样放在腌十分钟先。鱼头鱼肚先放盐，然后这些鱼头鱼肚我会先拿去炸过，再放进汤。其实不用炸过也是可以的，只是我觉得炸过会更香。水烧开过后，把酸菜料包放下去，然后让它滚大概3到5分钟，再把那个骨料包放下去。骨汤料包，双管齐下。滚了之后，把这个炸好的鱼头、鱼肚包下去。再让它滚一下，就可以把鱼片放下去了。滚开，给我一点反应吧。这个汤滚开之后，一片放下去。OK， 关火，最后一步，把那鱼皮撒在上面。行动！啊！开了！来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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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久等了，久等了！来！哇！还有炸鱼皮哦，师姐。是，快点吃。Good 吗？ Good。Good。这个鱼皮，哈，龙哥龙哥，哇，这个金鸡够劲，好，啊呜，这个是香的咯，这个金枪的头太贵了，太好吃了，去皮的选择是对的，哇，特别好，进到嘴巴，直接在你嘴巴里面化开。学会了吗？学会的点个赞，没学会的点个分享，谢谢观看，拜了个拜。